Hello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。2021年的旅程呢，现在正式开始。我第一站要去哪儿呢？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前面终于要到我的登机口了，H110。我一看这登机口，我就知道这老远了。坐了一段捷运，又走了大半天，终于到了。来的有点早啊，下午2点多的飞机，现在才12点多，打算去找点吃的。但是这边是属于卫星厅啊，也不知道吃的好不好找，先往前溜达溜达吧。另外呢，我有一个问题啊，上海不是属于东航和上航的主场的地方吗？怎么给自己的航站楼不是给自己的登机口整那么远呢？谦让啊！我的这个大汗毛挺不错的啊，就搂它了。味儿不错啊。吃饱的感觉真好啊！我上前方1公里处，我登机口候机去了啊，我们待会儿见。北京时间下午6点多，飞了3个多小时，现在到云南昆明了，昆明机场。现在呢不是目的地，待会儿9点多吧，还得坐一趟飞机，大概1个小时05分吧，到达最终的目的地。有点饿了，去觅个食。这昆明机场人怎么这么多呢？旅游城市就不一样啊，还是吐露点面条子吧，这玩意儿实惠呀。吃饱喝足，准备登机。现在在候机，晚一点我们西双版纳见。总历时11小时，飞行4.5小时。现在是晚上的11点钟，折腾了一天啊，终于到西双版纳了，取行李，然后去酒店。到了，到了。西双版纳，欢迎您。这么晚了，不打扰了，我等车了，待会儿您见，拜拜。地址都看到这里，留个关注再走呗。